这个还给你。怎么了？可以及时赶到东京，又赢了官司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没有不高兴啊，我只是刚才被吓着了，有点没缓过神来。撒谎？没有。嘴硬？不是。你是不是怕了？胡千帆，我看你就是害怕。刚才华庭信的所作所为，完全出乎你的意料。没错，你这个人平日里点子是多，手段也强，在民间你可以长袖善舞、精明能干，甚至连周舍那样积年的商人，你都可以耍得团团转。但是，一旦对上官府的人，你便会毫无胜算。你要知道，今天光是一个小小的华庭县，你已然差一点命悬一线。可你到了东京，你要面对的是探花，你要面对的是皇亲国戚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遇到问题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。东京区大不易，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，可能连我都未必护得住。吴千帆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我不该去东京，为什么要帮我安排一程？如果你觉得我该去东京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我怕你后悔。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用你帮，你已经帮我太多回了，我怕我还不清。我让你还吗？你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一定要还。夜宴图还有钱我都会还给你。那你记得连利息一起还吗？这次别过，这次不行。你不去东京了？不用你管。这个还给你。